出来的不是，不揪出来也不是。吃过吗？没有，面料太厚了。因为你没考虑你要做哪三个小时，他如果塞的特别不行的话，没事。你说了，我累了就把它扯出来。对，反正你坐着。可以耍点酷嘛？啊，耍酷一点。没电了，没电了。耍点酷呢？这打打脸是要酷酷的，得去耍一下。做做的那个。好，那不用，那你再用。好怪。好好好。哎，你刚这个可好看的，你试一下好不好？也特别。你看是真的。我说你把当年那个来 SPA 的那个亲自拿过来签名，下次你寄给我给你签，然后那个照片找人，然后你看来照片能给我签名，可以寄，可以寄，可以寄吗？可以寄，可以。我刚刚就是非常想要你的签名，我的签名不值钱，没事的。那我给你这签名，等等，会有哪个会用上？有我来过，对吧？对，还有一个玩意儿，被穿了大的袖子，他也。燕顺家小朋友你好，这个正值你生日之际。爸爸妈妈安排我来给你送上一段生日祝福，希望哥哥希望你在新的一岁里可以少看短视频，多把时间花在书本上，然后再一个呢，就是希望你可以安全的完成体育运动，不要受伤，再一个就是跟同学们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，希望你可以在蓝天下茁壮成长，哥哥会一直的支持你和陪着你，然后呢过年我就可以去找你了，希望你可以过一个开心的生日，然后有什么生日礼物可以告诉我，我帮你准备，然后送给你。好了，生日快乐，严胜家。